眨眨眼睛，我把你放在手心，当几个字说出去，又把你假装听不清，叮叮咚咚，怎么今晚突然好安静，找到着你呼吸却消息，那时我也不敢播过去，问你在哪里，和谁在一起，怎样的心情，是什么天气，该怎么开始话题，我好怕意外出局，得不到你的注意，故事不能继续，脑海里都是你，你的笑容，你的身影，久久的挥之不去，月亮眨眨眼睛，放在手心，当几个字说出去，3:30的老街，雨滴打湿了青苔，窗外朦胧的雨声，悦耳的别出心裁，收到你散步邀约，这个创意从哪听来，无形中你模糊的笑驱散我所有阴霾，不自觉的把脚步放慢，体会这个季节独有的浪漫，抱歉只敢用余光窥视，一边回避对视，一边在森林留下你的位置，飘飘洒洒的笑意轻轻落在屋顶，夏夜蝉鸣的节奏着熟悉，滴滴答答，怎么今晚我又梦见你，很想牵你不准梦里，月亮眨眨眼睛，我把你放在手心，当几个字说出去，又把你假装听不清，叮叮咚咚，怎么今晚突然好安静，找到这谁决定，消息，那时我也不敢拨过去，问你在哪里，和谁在一起，怎样的心情，是什么天气，该怎么开始话题，我好怕意外出局，得不到你的注意，故事不能继续，脑海里都是你，你的笑容，你的身影，久久的挥之不去，月亮眨眨眼睛，放在手心，当几个字说出去，3:30的老街，雨滴打湿了青苔，窗外朦胧的雨声，悦耳的别出心裁，收到你散步邀约，这个创意从哪听来，无形中你模糊的笑驱散我所有阴霾，不自觉的把脚步放慢，体会这个季节独有的浪漫，抱歉只敢用余光窥视，一边回避对视，一边在森林留下你的位置，飘飘洒洒的笑意轻轻落在
然后安静就等着你呼吸决定。 Hello Hello， 晚上好，欢迎石头，欢迎莲儿，欢迎 Master， 发际线是重的宝宝，欢迎白沙七二八 baby。姐姐今天跳舞吗？跳啊！等一下。今天穿的是今天出门健身的衣服，谢谢 Nymix 的 Mix。欢迎苏令，我姐进直播间了吗？这是谁？这是苏苏吗？这不是我，这是队友。今天穿的是健身的衣服，今天出门，新的健身的衣服。不过去问你在哪里和谁在一起，怎样的心情，是什么天气，该怎么开始话题，我好怕意外出局，得不到你的注意，故事不能继续，脑海里都是你，你的笑容，你的身影，久久的挥之不去。月亮眨眨眼睛，把你放在手心，拿起歌词说出去，半的老街，雨滴打湿了青苔，窗外朦胧的雨声，悦耳的别墅。你不热吗？不热，很冷，挺冷的。因为我大姨妈今天来了，肚子很痛很痛。放慢，体会这个季节独有的浪漫。大姨妈今天来了，肚子巨痛，然后肚子容易着凉，感觉特别冷，就是那种全身感觉很冷，不能着凉。多喝开水，除了多喝热水还能说什么？真的一点都不热，很冷，我真的全身都发冷。今天大姨妈第一天，冻死，感觉好冷，我在外面都觉得好冷，穿这个都觉得肚子上还是好冷。就穿这个时候我都要拿手捂着这边的肚子，因为我现在整个肚皮都是很冰很冷的状态，肚子特别冰，然后肚子有点隐隐作痛的那种痛，就一直在痛，但是又没有特别痛，但隐隐作痛那种感觉。练得太猛了，不知道，就今天就是今天去健身，我都让那个老师把那个强度减低一点，因为我说我肚子很痛今天。但是我去健身的那会儿就大姨妈还没有来，但是感觉到快来了，我就说强度减低一点，然后训练完之后大姨妈就来了，然后肚子就很痛。恭喜三生升级到三级白痴，倒很啥，不要止痛药，我不吃止痛药的，我姨妈我都不吃止痛药，因为吃止痛药的话对身体不好，而且我觉得就能熬就熬，我基本上不吃止痛药的。谢谢图图的666，谢谢图图，恭喜图图升级到了三级牌子，小本本记起来，苏恩月底30号来亲戚。而且我跟你说我姨妈好准，我看了一下我上个月来姨妈的日子，我上个月也是月底来的，上个月是3月31号大姨妈来的，这个月是30号，每个月月底来姨妈，都是同一天，而且是
我今天妆化的好好看呀，我今天本人的妆我也觉得画很好，我自拍一张吧。大家有没有觉得我今天妆化的非常 nice？对，我今天妆真的画的明暗分明，很好看。哇哦，今天连原相机自拍都这么好看吗？问你在哪里和谁在一起，怎样的心情，是什么天气，该怎么开始话题，我好怕连原相机自拍都这么好看。故事不能继续，脑海里都是你，你的笑容，你的身影，久久的挥之不去。月亮眨眨眼睛，把你放在手心，当起歌子说出去。欢迎麦凯伦宝宝。我先任务睡的还没有过，别急嘛。凌晨三点半的老街，雨滴打湿了。哇，这张好好看哦。余生悦耳的别墅新材，收到你散步邀约，这个创意送。这张自拍好好看，我用原相机拍的。你迈不自觉的把脚步放慢，体会这个季节独有的浪漫。好棒呀，这张。余光窥视，一边回避对视，一边在心里留下你的位置。飘飘洒洒的小雨，轻轻在屋顶。化妆品很好，可以推给我吗？我买给我女朋友，有女朋友还看我，是在这里学习什么如何教你的女朋友吗？跳舞吗？哦，我把衣服脱了再拍两张，还是黑发更好看？我不觉得，我觉得红头发好看。化妆整容大成功啊、哦！我今天化妆真的好好，化妆技术比前两天棒。我好怕意外出局，得不到你的注意，故事不能继续，脑海里都是你，是不是？不出门吗，美女？美女今天已经出门过了，还打了个羽毛球。今天我还买了一条，逛了下菜市场，买了条鱼。好客山东淄博，欢迎你们吃烧烤。淄博排队都排老多了，我都给你们，我看网上看到，我都吓死我了嘛，全是人，真吓人。什么时候人能少一点、啊、我也想去吃那边的烧烤，刷的我口水都掉下来了。然后我就去杭州的一个店里面吃了一家现场烤羊肉串的。
致。好多人，那你没看到那个上面吗？那淄博烧烤怎么那么多人？平时大家爱吃烧烤吗？其实烧烤还是挺爱吃的，烧烤吃的频率还是高的，只是说不能天天吃，偶尔吃一下还是蛮爽的。我去连个座位都没有，我是边走吃的，有那么好吃吗？啊，是不是就吃出那个氛围啊？还说那个东西真的很好吃。反正看那图片，看那视频，是看的味道确实还不错。那烧烤好吃的地方应该不止那儿吧？为什么就那儿火了呀？我明天几点起床，蕾蕾？有人约我那个多人，但我想知道明天几点起床。嗯，你在微信上发给我，我看听不见你说话，戴耳机。我想看一下明天那个几点起床，我再决定今天几点下播，然后再决定接不接今天有人要找我多人的这个局，我再决定。来淄博，我带你去吃。8点起床，这么早吗？你确定？晚不了一点儿。氛围是很好，态度好哦，这样子。你们都去了吗？你们都去了淄博吃过了吗？就我没去过吗？拿杯水给我，好渴，我想喝杯那个元气森林没喝完的饮料，拿给我一下。有点像烧烤界的蜜雪冰城，主打性价比，不贵吗？吃一顿大概多少钱啊？人均的话，人均价格多少呀？欢迎 LQ， 欢迎。谢我单曲宝贝的飞机。给我吧，这儿啊！谢谢单曲，谢我单曲宝贝的飞机。但这个是冰的，我大姨妈第一天喝，在嘴里面捂热一下吧。双爆柠香鸭屎香，这山姆买的，屈臣氏的一个是。嗯，一个人几十块就饱了，不会吧？像我这样子的肚子，我觉得我一个人得吃个100块最低吧。Cheers。1.5块，羊肉2块，这赚什么钱啊？这么便宜吗？口水都掉了，真有这么便宜的羊烤串？但有没有多少起点啊？怎么这么便宜？欢迎情书宝贝。啊！你给我吃100来，我觉得这么便宜吗？欢迎啊，谢谢小狗的爱的666，谢谢爱爱，欢迎 CQ。 啊，我们不为 RMB， 我为荣誉，好客山东，热心淄博。哎呀，你们五一都去哪玩啊？你们五一有什么安排啊？兄弟们讲讲呗，五一有什么打算，有什么安排？你们五一什么安排？欢迎二哥，欢迎。啊，在家直播，陪我？别陪我，我要出门玩。我以五一也要出去玩的。谢谢
谢小狗的小樱花和小狗的生日来信。我不要别不用陪我，我五一也要出去耍。虽然工作是工作，但是法定节假日我也要出去玩。什么？兄弟们都来支持淄博市了。户外直播吗？不直播。直播只要带上手机，带上直手，带上你们，那就不是假期了，那就是工作。户外那也是工作，我就要放假。打就是一个字儿，就是要玩。我去香港玩，就因为我要去广东深圳那边拍摄嘛。明天我应该明天去拍摄，拍摄完之后后天去，刚好坐车，因为那块离香港很近，我又没去过，然后去逛一逛，不知道人多不多，坐车估计也很近，过去逛逛逛逛街啥的，然后拍拍照片，然后随便逛一逛玩一玩。不知道人多不多，人多的话可能我就玩不住了，我特别害怕人多，有点密集恐惧症的那种感觉，空气吸不过来。找米儿嘛，对，找米儿也顺便找米儿玩一起。你看我为了五一出去玩，我这一周一天都没有割过，你们没有发现吗？我这一周直播的非常的勤快且努力，为什么？当然就是为了咱们，就是说就是为了五一这个假期啊，以我的性格，不是不然这么一周每天播如此的勤快，这不太像我，就因为勤快的原因，就是想着五一给自己放个假赶紧，所以现在就播得非常的勤快，每天。还是我孙老不好看，不过是我斗鱼唯一关注的人。你锤子唯一关注的人，你差自己的牌子都十四级了，我才不是你唯一关注的人呢，就知道说好听话，好听话逗我。我穿个外套好不好？有点冷，肚子有点冷，这个衣服是露肚子的，然后我肚子有点冷。然后我明天的飞机要去深圳，所以我明天早上8点要起床，我的飞机是上午的，而且我一会儿下播还要收拾行李，所以我今天可能就播的时间没有办法很久，好不好？可以不？亲亲。但我今天妆化的好好看啊，真是的，好可惜啊，不那么短。啊，我一定要多多自拍一下。我一会儿下播要整理一下我的衣服，新衣服啊，把我行李整理一下。可以播？不可以？不可以说不可以。我这不是争取你们的同意，我这叫通知你们。你们五一什么活动啊？讲真的，你们都没有人出去玩吗？好不容易放假的，多开心啊！天天工作上班那么累，上学那么辛苦，一到放假不出去跟朋友三两好友出去聚聚吗？不会你跟主播一样吧？没朋友，我没朋友，我都出去了。幸好还有米儿朋友。已经在上海14号线了。哎，上海说是那个高铁票都卖完了，是吗？很夸张的，是不是因为之前大家都憋太久了？我感觉这种假期就像，怎么说呢，就是之前那种
就是那种你知道在那种情况下节假日大家都在家里面待着，也不怎么出行，然后我感觉是开放，就是这种节就是放开以后，这是第一次法定节假日，然后所以大家就特别就是有很多那种很就是那种很兴奋的感觉，就有一种怎么说呢，就感觉那种很感觉这种就感觉跟之前的放假都不太一样，就现在这一次的五一假期就感觉特别感觉就想都想出去玩的那种感觉，就按捺不住自己想要出行的心情，就跟之前的假期还是不太一样。之前假期的话就可能有假期就还是不会有什么安排，就会在家里面待着嘛，就是在现在心理上是不一样的，就真的很心理上是放松的，所以还是挺想出去玩。你看大家都是这样，所以人都特别多特别多外面。而且杭州是有那种，我昨天去那个不是去那个银泰那边吗，湖滨银泰那边，那个好像他们是有那种志愿者，然后手牵着手拉成那种四行往中间走，那个是什么活动啊，是不是一些那种维持秩序的，就是五一假期那种秩序的志愿者们，然后我看到他们在等十字路口，好多人拿手机上拍照，哇靠巨多人，那不知道你们看到没有。就是维持秩序封路的哦，但他们是那是志愿者吧，应该是他们穿着的衣服。看一下今日的西子直播了吗？今天爬山，我感觉山都要压塌了，山都要。你爬了什么山啊，不凡？爬山去哪爬山？你去爬了哪里的山？我说实话，我个人不是特别喜欢爬山，我目前都没有爬过山。哦，上高中的时候爬山过，跟同学一起，很久没有爬山过了。我喜欢去看海，不喜欢爬山，因为爬山很累。看海就属于看海的话，就是放松，喜欢去海边我。明天去黄鹤楼，今天到武汉了。哦。我相比山和海我更喜欢海一点，但山上的就但是山上的空气应该蛮好的吧，山顶的空气应该很新鲜吧，但是我说实话我挺想去呼吸那个新鲜空气的，倒是是不是雨后的空气是最新鲜的，如果去山谷里面，就是那种山里面，然后又是那种小雨刚下过的雨的，第二天清晨应该空气就特别好，那种空气是不是呼吸起来就会感觉特别舒服。我之前看到有一个产品，是哪个品牌最近新出了一个产品叫做空气净化器，就是边走边带在身上的一个空气哦，呼吸的一个呼吸器，你带上那个的话，是戴森出的还是哪个品牌忘记了，不记得，就是说带上那个机器，就你身边闻的空气是经过过滤加工的，就是空气，就是这样的一个新东西，这就是说是就是说一个新研发的产品吧，然后新研发的产品正在推广，真的会有人买那个玩意儿，就是那种带着走路，然后闻的是自己就身边的空气，但是有过滤完之后到你的嘴巴里面的。我看到一个新的一个产品，不知道是哪个品牌忘记了，对，就改善空气质量的一个口罩口袋式的一个东西。恭喜微凉升级到三级牌子喽，恭喜。智商税不知道，真的有人买那个玩意啊，既然它能研发出来有人买，那说明它有市场的，还是会有人去买的。欢迎 Big， 今天衣服有点多，对，因为今天大姨妈第一天，姨妈来了，肚子容易着凉，就是身体容易感觉到冷，所以就会穿多一点。欢迎醉某人，欢迎果果，果然我真的好准时啊，说明我这个月的身体状态挺好的，姨妈来的很准时，说明这个月的身体很健康。欢迎人生哥哥，说明我的身体很健康，姨妈才会准时来。一般如果一个女生的经期如果不规律的话，一般就说明这段时间的身体不是很好。我经期这个月好规律啊，跟上个月基本上是同一天，就一模就同一天，可能是因为这个月就是健身运动比较多，状态会比较好一点。
上个月就很夸张，上个月就是属于那种延迟十天，然后一个月来两次就很夸张了。这个月就正常了，身体可能因为健身，因为我从这个月才开始健身的，应该是我从真正开始决定健身到现在应该坚持了有一个月的时间，第一次健身到现在差不多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嘛。这一个月我感觉就是我健身坚持了这一个月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感觉整个人身体状态精神面貌好了很多，还得是健身。我觉得我真的推荐直播间的就是水友们，就我们家的这些看我的，没事的话除了工作或者上学其他时间真的可以抽空去运动运动，整个人的状态精神状态会好很多，肩膀都不会沉，肩颈问题都会没有，运动真的改变蛮大的，让人很就心情每天很好，减肥都是其次。我说实话现在对我来说健身它给我带的就是说减肥我觉得已经成了我的第二目标了。我觉得第一目标是因为健身让我感觉到很开心，就是状态很好，心情很好，倒没有瘦多少。欢迎光年，让你说的我现在就想去了。真的辉宝你可以去，真的就抽空就要去健身，因为我真的觉得健身其实减肥并不是第一最重要的，就是状态会好很多。而且分两种，就是一种是那种消耗大的，一种叫做常规的训练，就是塑形的。男生大部分好像都是力量训练，我觉得，但是我觉得消耗流汗的感觉会更爽一点。你每天都在健身，那你还挺棒的，就健身真的会让人心情好很多，就是说状态会很好。我觉得这应该就是很多人痴迷健身的原因吧，就我之前是不理解的，我觉得累得要死干嘛要跑去健身啊，就躺着不好吗？但是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然后坚持做，确实会给人带来很大的一个就是满足感和成就感，很开心让人。欢迎陈二哥哥，欢迎曼城哥哥。你觉得穿外套好看就不穿外套好看，而且我这个外套不觉得我这个外套很好看吗？你知道我这个外套跟谁是同款吗？ IU 同款好吗？欢迎幺幺。我要不要跳舞今天呢？你们觉得我今天打你妈第一天，你们要我跳舞吗？不会肚肚痛吗？也能忍。欢迎梦，五星不过了是吧？想过呀，但现在我感觉都没什么人在。来，亲戚了，不要跳了，好。那我就不跳了，今天。而且我今天穿的其实也是健身服，也没什么太多好看的。新买的一款健身的衣服，我今天穿的一个新的健身服，也没什么。感觉也不是没有什么好看的。
其实我就今天健身穿的衣服。健身房男表示看习惯了哦，谢谢，叫我欢宝就好了，谢谢欢宝的摇滚啊，摇滚女王，天哪，这个价值这么多，谁给我送的面包啊？这不会有人医药费给这么多呀？没有送错吗？他，谢谢欢宝的摇滚女王，点错了吗，老板？点错了不退哦。三点半的老街，雨滴打湿了青苔，窗外朦胧的雨声，悦耳的别墅新材。佛爷的爱。谢谢佛爷。啊？佛爷的爱。退款窗口在什么苏什么苏丹？还以为要我退款。谢佛爷人都不在。帮我转个谢谢佛爷。我几点要到机场来了？欢迎青藤徐文长，欢迎。那我们赶紧去，我就说我怎么突然收到了一个价值5000的礼物，从来没有见过，而且还是摇滚女王，都这我一看就是抽的礼物。我谢谢佛爷，谢谢，欢迎白老帅子，火速过五星，还差。现在是10:11，六七八九，我们还差3000多的贡献值，六七八九3200的贡献值，我们就能过五星了。那我们出去能凑一点是一点吧，去找 PK 找小面包吧。他们今天都好努力哦，播得很早，因为今天是周日，是超粉团，是不是？所以他们都播得好，这么快就在打多人了。今天穿的像个姨，这什么？谢谢青山不改救人衣的荷兰风车，谢谢青山的樱花摩天轮。谢谢青山的荷兰风车，谢谢树，欢迎树，谢谢青山的荷兰风车，谢谢树，欢迎树，谢谢，这还是佛爷的爱吗？这是哪位路过的神仙，还是说应该不可能会有路过的神仙吧，我觉得应该是佛爷的爱。哇哦，谢谢佛爷。哦，我们现在就只差两期，我们现在只差一个超火的贡献值了，咱们就是说就能完成五星了。谢谢666，谢谢。恭喜泽林身价3级牌子，恭喜泽林。
欢迎柑橘，欢迎。哇哦，完成了我的五星，这都是佛爷的爱吗？谢谢，谢谢佛爷的爱。怎么还没收到你的消息？那是我也不敢拨过去。问你在哪里？和谁在一起？谢谢老老师叫三级牌子。该怎么开始话题？我好怕意外出局，得不到你的注意。哇，我今天的五星过了。你的笑容，你的身影，久久的挥之不去。欢迎恋恋。老街雨滴打湿了青苔，窗外朦胧的雨声，悦耳的别出心裁。收到你散步邀约，这个创意从哪听来？无形中你模糊的笑驱散我所有阴霾，不自觉的把脚步放慢，体会这个季节独有的浪漫。抱歉，只感觉不对视，一边回避对视，一边在心里留下你的位置。飘飘洒洒的笑语，轻轻落在屋顶，夏夜蝉鸣的节奏，竟然也如此熟悉。太幸运了吧，今天竟然能把五星过了，我以为我今天过不了了，因为已经很晚了，然后我又今天姨妈第一天不能跳舞。欢迎爸爸，欢迎贾哥。这一周加上今天，我过了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哦呼！我这一周过了四次五星。走路，那我下播一会儿要去收拾行李了。欢迎神，欢迎婉儿，欢迎。突然五星过了，突然感觉都热起来了，感觉好热。今天穿的是紫色的健身服，今天穿的是紫色健身的衣服。今天还跳舞吗？今天大姨妈第一天，我想休息一下，我不想跳舞。我已经发点的你看了，我听了。你在我正在杀鱼的时候，我正在出健身房，在菜市场买一条鲜活的鲈鱼的时候听的那首歌，听着我看着他，看着老板一边在杀那条鲈鱼，我眼泪就掉下来了。我就突然觉得，哦，突然一下很感动，你知道吗？你给我发的那首歌，我就想到了小时候我奶奶给我杀鱼，给我做清蒸鲈鱼的时候。我又想到前两天我奶奶给我打电话，我正在健身，我没有接，然后我也没有回电话给她。眼睛好漂亮，我今天妆化的好不？今天化的妆还可以。太酷了！代入感很强，还可以，还可以的。欢迎米饭哥哥，欢迎欢迎小王，欢迎王王哥。恭喜戏玩升级到三级牌子，恭喜戏玩，恭喜你升级到了三级牌子。请问
欢迎阿王，欢迎阿王。什么摄像头自己捕捉？捕捉？这次被我拉红了。今天去打了个羽毛球，我发现自己羽毛球球技真的很棒。我以前上学的时候拿过两届的羽毛球的冠军哦，女生组的。我很喜欢捏这里啊。欢迎若相逢，欢迎，越来越漂亮了啊！谢谢你，谢谢 I one 二二，谢谢你的夸奖。说到你散步邀约这个创意从哪听来，我其中你模糊的笑去散我所有阴霾，不自觉的把脚步放慢，体会这个季节独有的浪漫，我甚至敢用余光窥视，一边回避对视，一边在森林留下你的位置。飘飘洒洒的笑意轻轻落在屋顶，夏夜干了这个，干了这个，干了这杯饮料。还是这么好看，呜呜，你什么意思？你意思就是，你意思，你为什么加呜呜这两个字？是不是想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没有老？欢迎志气嘟嘟突，欢迎，欢迎微光。我就不喜欢说你越来越漂亮，因为你漂亮一直漂亮到一直最漂亮。今天大家怎么回事？舔狗大赛吗？舔狗大赛比赛开始，看谁夸的让孙最心花怒放，奖励孙的臭袜子一双。欢迎 buff 呀，欢迎欢迎欢迎索隆，欢迎，晚上好哟。你们今天真的好搞笑，夸了我都不好意思了。欢迎漫步哥哥，欢迎漫步哥哥。什么？为什么奖励他？奖励他一双臭袜子啊，孙独有的3天7天啊，穿运动鞋，然后去跑步，去打拳，然后，然后呢，这双袜子，然后连续穿一周，就拿这个袜子，然后不洗它，每次运动健身都穿的这双袜子送给你，这就是作为夸夸的奖励。欢迎百泰，欢迎，恭喜索隆升级到了5级牌子。什么能也给我一双吗？给你一双袜子吗？小小意思。那你这样子吧，我们直播间从现在开始我们的弹幕比赛，开始夸的我越开最开心，谁夸的最开心，我就奖励他一双臭袜子啊，孙独享的最有就是味道最重的袜子。欢迎八七。那可能等不到了，因为他们闻着都是香的，只要是你的他们永远不觉得臭，不可能，臭是真的臭，我的脚，哎，是不是你们会自己带那个你会不会自己带滤镜啊？在就是带滤镜，就带耳朵上的滤镜，自己觉得说哦他是因为他是孙的，再臭他都是香的。是吗？
迎薄荷，欢迎薄荷哥哥，欢迎。怎么还没收到你的消息？那是我也不敢拨过去，问你在哪里和谁在一起。你今天几点下播？我好怕意外出局，得不到你的注意，故事不能继续，脑海里都是你。我不知道哎，我明天早上八点起床去赶飞机。我看一下几点，是几点？确定一下，八点，最好提前半小时到机场。提前啊？几点起飞呀、啊？我要提前一个小时去。飞机都是要提前一个小时，他竟然给我安排这么晚。Shout out my guardian angels whenever I call, they come and save me. I'm looking in the mirror at the one who made me. I did it my way. I feel so weak, don't miss the feeling. Moments I fell down, never dropped my crown. 我们要提前一个小时到机场，提前一个小时机场，到机场那就是几点起飞？十点起飞，那我就是九点得到机场。九点到机场的话，八点得出发。我靠，八点出发，八点起床吗？九点到的话，九点到那就得八点半出发，那就得八点起来，八点二十出发。我知道，明天八点起来，八点二十出发，这样子我就能赶得上飞机，不然就赶不上它。OK， 确定好时间了，差一点点我就明天赶不上飞机了，因为他算错时间了，他都不知道让我一个小时提前到，他竟然跟我说八点，提前半个小时到，八点起床，八点二十就得出发了，很赶，最好早点起来，七点半醒是最好的。8点最晚了。欢迎老烟枪，欢迎小红。今天的小面包在干嘛呀？我又想尝一口小面包啦。可以，不能跳舞，但是可以扭腰。都没有播啊，这个点。哦，他在播。欢迎淡定。我刚刚你发的歌怎么样？还行，只能说还行。
但不是我特别爱听的那种风格。Hello， 安姐。Hello， 妹妹。好，我来打你了。哎呦，我没有钱，你打吧，你随便打。行，他说他没有钱，兄弟们快拿鱼丸不行，我们拿一张办卡打他，还行。我们怎么？嗯，还行吧，就没有不难听，也没有就是我特别喜欢听，就还行。但是也还可以。粉丝团第一，哎，有什么奖励吗？定个奖励吧，你先说。欢迎寂寞，欢迎寂寞哥。我们就谁输了谁跳支舞吗？我不想跳舞，大姨妈，今天第一天。大姨妈，那你定吧，你定吧，好吧。欢迎长空，谢谢长空的初零一星。那我们就输了谁就做臀桥或者 S 蹲吧，自己选。行，好，感谢我爹爹的施舍。欢迎大橙子，欢迎呆呆。这个礼物，哎，我要站起来了。真的能出东西吗？感谢我爹爹的幼时手百年。这个礼物，感谢我爹爹，谢谢关注。弟弟，你今天出大的了吗？弟弟，这个礼物他真的能出？你在别人那里玩出大的了吗？这个礼物他真的能出吗？我感觉这还是选对的，还是腰酸酸。救救我，我腰酸酸。欢迎 Always， 欢迎 Always 的哥哥，欢迎少年。你怎样子砸才会出大的呀？我的福呢，弟弟，我真的不想你哭泣。我现在换一个动作，这个礼物已经异常的冷静了，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他也不会给我。不知道为什么弟弟看到他异常的冷静，这礼物真的，看到他异常的冷静，大家都黑。欢迎性感甜们，谢谢我弟弟，欢迎冷水不摆烂，谢谢我弟弟的十手百年，11万都没有出一个女生。欢迎三三的爱，我觉得斗鱼这样子搞不合适吧，多少有点不合适的。今天是健身套装吗？对，是今天是出门健身穿的衣服，多少就是有一点找了大家的，找了大哥们的兴致。这个概率好累，我的腰好酸。干扰性质，听几天看后面会不会摆。对呀，78个 W 就这样也是可以的。听说这个礼物一天十手不出就难了，是吗？就不要去硬怼他，是不是？不要去硬怼他。能去硬怼他。欢迎你，欢迎你抽小尼，是吧？哦，是的，是的，兄弟。此话赠送皮皮和我。这
真的，他真的很狗，爹爹，他真的太谢辉宝的水晶满车，谢辉宝，真的推塔了，有没有人推个塔？赢一把，一个火箭直接死俩，一个火箭我们就能打过他了，我们就能推过去了。有没有人马上就可以推塔喽？哦，还没开始推塔，不好意思，还有几秒钟。开始推塔了，有没有人？我们家有没有人一个火箭推个塔的哦？给苏宝推个塔，拿个首胜吧。第一把 PK， 哎，就是看最近舞蹈区好起来，加量这么大，有没有人给苏苏推个塔呀？疯狂涨，十万都不出，苏苏吃相难看，绝对不熟。出塔，啥都吃得下。这个真的是最黑，真的是最黑，五月份喂狗蛋。也是好的，很难，爹爹那个很难，这个很难。这是什么朝代的款式？这个是随机的，随机搭配。我们休息吧，恩姐。好的，好的，终于休息了。我腰好酸啊，今天第一天。这个梦就行啊，大姨妈第一天。以前腰好酸，三万会出一个大的。对呀、啊，以前最最黑最黑的时候，三万块钱就能够出一个大的。早上就玩坐着的了，你说我要玩坐着的，这个天了，我又站起来好累。这真的很过分。骗谁呢？今天4月30号。上了呀，这还有一个半小时就5月1号了。劳动快乐了，劳动节光临了。对，这礼物没保底，就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出，就全凭他那个啥。你说像云端之城那样子哈，你如果这么难砸难出，至少他能告诉你，你达到一定程度他能出。他这个东西是，就是。完全没有底啊，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出。欢迎长安哥，就王子玫瑰，好久没见你了，这几天也就6万块钱。王子玫瑰，我这天是忙啥去了吗？最黑的时候42首出的，这天都没有看到你来直播间跟我搁那开玩笑聊天了，有点想念。45首还是42首？在20首不出。在20首不出就上山了，换皮皮下山。皮皮是谁啊？皮皮是我另一个弟弟。你另一个弟弟？我没事没事。弟弟打错直播间了，不好意思，没事，我就猜到了。你知道我刚刚是在怎么想？我刚刚在想。这个直播间是我的吗？这不是对面的直播间，难道我把对面的直播间点开了然后没有退出吗？然后原来是他打错了，不是我。笑死我了，我都怀疑自己了，我都以为是我搞错了直播间，你知道吗？没几个出的。对呀、啊、真的，给谁受得了。欢迎妮芙哥哥，太黑了啊、嗯！脑瓜子看了这个礼物，脑瓜子都疼。感谢关注，谢关注。对呀，吃香。欢迎海苔，欢迎。哦，肚子好痛呀！今天每天起早门口摊饼，嗯，欢迎谢谢不凡的万花筒，有没有人砸砸万花筒的？我第一次看到有人砸万花筒，哎，那万花筒会出月光宝盒，我好想见抱月光宝盒。看个特效以后绝不砸，从来没见过，我他们砸我才知道原来有这玩意儿。你旁边还有位置吗？谢谢不凡的浪漫花束，谢谢不凡。也不烦，
我还沉浸在昨天那个谁砸那个万花筒哦，吴光星好像是他砸了三个什么出来了，三个月光宝盒，我才知道还有这玩意儿。看病我给大哥垫垫欢迎天外。好，哦，我的惩罚是惩罚是什么？那我们就三个 S 蹲吧。好的。嗯。以后特效自己悠悠爱做不砸了，反正有人去用。怎么？怎么一点？肩好酸呐，我的妈呀，好酸，今天的腰太难了，自己做完自己看。每天给你放个180遍。那我撤了，恩姐。嗯，好，拜拜，嗯，拜拜，拜拜。嗯，确实。连实业 PK， 实业让实业连我呀！我现在让实业连我，我条件很差、啊，今天家里。现在这个妆真的很好，但是必须得有光，没光的话就有点暗，显得妆有点浓。恭喜小宝身价六级排四，恭喜恭喜！我忘了，也早就上过该上过的当了，所以忘了。那谁在唱着？他唱着，他唱着我做过的一切蠢事，唱给别人笑，你也笑，他也笑，你也叫，别人千万别学我。柴门一生却替我自斟，不见对一人落子定乾坤，命定几次生。一壶水淹出黄昏，一针旧茶铺一尘，心房无人问，世情万般尘，与君酌星辰。你要不早点下播，现在几点了？10:44。别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武林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桃花没事没事，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卖酒钱。我要不然跳跳舞吧，今天没有，明天也不能播了，今天都是最后一天了都。春风口柴门，一生却替我自斟。不见对一人，落子定乾坤，命定几次生。一壶水淹出黄昏，一盏旧茶铺一尘，清风无人问。面具拿去广东。
拍摄。我今天的菜是我自己做的，你们看了群里面吗？嗯，你们看到群里面的我发的我做饭的那个菜了没有？你们看到我做的菜了没有？那鱼好好吃，我以后都要买这种新鲜的鱼回来清蒸吃。现在暖暖的666，谢谢。我的厨艺越来越棒了，真的超级棒。唱歌，唱歌，唱歌了啊，兄弟们，唱首歌练一练歌。练一首歌。怎么感觉比以前瘦了？本人更瘦呢，我跟你说，减肥运动健身健康主打的就这个健身。第一首不是芒种，没有没有没有。8点起床，今天意味着我得在12点左右睡觉，是不是得？可是我还要收拾行李，但是我觉得我明天是肯定会起床会比较困难的，因为我不可能睡这么早，我的作息没有办法那么早，只能硬，只能明天靠毅力起床，靠毅力。茫茫人海，却
时间这回事，既然决定爱上一次就一辈子，希望让这世界静止，想念才不会变得奢侈，如果有下次我会再爱一次，刻在我心底的名字，你忘了时间这回事，要不是这样我怎么过一辈子，我住在想你的城市，握着飞向天空的钥匙，你继续翱翔，还有我为你坚持。倩倩需要我提供叫醒服务吗？不用，有助理在，放心吧，我一定起得来，因为他会隔十分钟就叫我一次，他知道我这人拖延症的毛病。欢迎起床哥哥。欢迎陈二哥哥。水淹出黄昏，一阵纠缠。换个号，你还有个号呢，随风，你还有什么号？你怎么这么多直播的号？借我一个。借我一个，我给蕾蕾用。蕾蕾平时也看我直播的，也不是平时，我每天直播的时候，蕾蕾就会从开播盯到下播的。借我一个号，我让她在我直播间能够发弹幕的那一种。给个号给蕾蕾，给蕾蕾，我给蕾蕾弄个号吧，给她开个伯爵，然后给她让她。给他点发言的机会。什么？这号没了，给他个号吧。然后开个伯爵啥的，我把我的号给他好了。谁的号能够赞助一下给蕾蕾用？我给你开个伯爵，把你号给他用。不将对与人落子定乾坤，命定几死生，一壶水淹出黄昏，一盏酒茶浮一尘，清风无人问，诗经万般真，与君酌星辰。我的号给你，怎么你想怎么用都行，就是没鱼翅。那你说屁呢，我能怎么用你的号？除了鱼翅有用，其他的我怎么用？借我一个手机号，给我一个发言的机会，什么注册的机会。那我好像有一个号叫 Olivia 九七八的一个，但是那个是我在我平板上登录的，好像是。欢迎野人哥哥，我今天的眼影好像都是紫色系的，要不要跳舞啊？今天哦，谢谢 Visa Link 的春游卡丁车和永恒钻戒，这是什么？这是医药费吗？这是谁送我的医药费吗？可是谁送我医药费吗？谢谢 Visa Link， 谢威森送我的卡丁车，这是医药费不？是不是？老板，你说话，不是吗？谢谢玲玲，真的不是吗？一只春风口
差门，一生却替我自斟。不见对一人，落子定乾坤，酩酊几次身。一壶水烟出，但他没有说谁的爱呀、啊。刚刚那个主播给我的吗？昨天哪个说今天坐飞机不播，是明天坐飞机。谢谢老外开气费的月钻。谢谢谢谢老伴给我续费的月钻。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谢谢我家的月，我家的老伴，谢谢我的老伴。来看你的 ID 就想到我的姥姥的时候，你就是我的那个老伴。谢谢老伴给我续费的月赞，谢谢。谢谢老伴。一只春风口柴门，一生却替我自斟。好久不见，我也感觉你们在干嘛呢最近。一人落子定乾坤，酩酊几次身。一壶水烟出黄昏，一盏后半路。17岁喜欢看我直播正常吗？当然正常啦，喜欢我的都是00后。宝贝你17岁很正常，但是要注意多学，好好学习，少看，等你长大了再看。姐姐我直播间真的有17岁的吗？我觉得这应该是假的，开玩笑的。哎，我直播间真的有17岁的吗？有没有17岁的弟弟啊？17岁的弟弟不可能吧，这未成年人呢，都未成年人不要，也不是不要看直播，未成年人少看直播，多好好学习，知道不？你17，别开玩笑，我是想认真的。直播间有没有未17岁的？真有17岁的吗？我不信，应该很少吧，基本上没有吧。如果真的有的话，告诉你，弟弟你还在青春期，喜欢看跳舞的跳舞的姐姐。能理解，但是呢要少看，要注意要注意好好学习，然后注意好好学习，然后心思要放在学习上，不要天天放在主播我的身上，不要放在直播身上哦，知道不？直播什么时候都能看，学习是你这一阵子的事情，知道不？啊，好好学习是最重要的，少看女主播，除了我以外别人也不许看，少看，多好好学习。你现在要好好学习，你才知道以后学习有多大用处了，知道不？学习还是有很大的用处的。下载不？一生却替我自斟。不见对什么？为什么看直播要注意身体？就看直播让你注意身体的原因呢，是因为主播平时熬夜播的比较晚，播到凌晨2-3点钟，所以让你们就是不要看直播熬夜啦。就是现在他们才17岁，还在长身体，长身体的时间晚上正是长身体的时间。如果睡觉不好好睡觉，不早点休息的话，怎么长个子？对不对？所以不能熬夜，更不能跟着我后面熬夜，我是这个意思。你想哪去了你？人家才17岁呢。嗯，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武林桃节目，无花无酒锄作田，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卖酒钱，卖酒钱。什么？你是懂的，17岁该懂的都懂了。
十七岁根本就不懂，好吧，十七岁最多只是身体发育的差不多了，但是都什么东西都还没有，就是完全的，就是长大，就不知道什么东西，没有自制力什么的，自律这些东西，就自制力这些什么的，都是还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就是拥有这些东西，需要别人去教导和管。所以这个时候容易不节制不克制，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什么事情做到什么样的度才是 OK 的，所以说呢容易就是成，就是容易就是过度，比方说看直播天天看天天看，不忘了好好学习，说好今天只看到十二点，结果看到了两点钟，说好看到八点钟几点钟睡觉，结果呢就延迟了，就这样子就不好的，懂了不？我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我就是因为上学的时候拖延症，从上学的时候就养成了，结果这个毛病一直到了上，一直到大学，再到大学毕业工作，一直到现在，这个坏毛病一直跟随着我，从来没有就是改掉过。为什么？就因为我上学的那会儿没有自制力，给自己养成了一个拖延症的坏毛病，结果拖延症的坏毛病跟随了我的一生，一直到我现在。这个事情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告诉我们要从上学的时候，小时候就要培养一个好的习惯，上学不要迟到，然后干什么事情要时间观念。但是一旦没有时间观念，这个事情养成了，长大了就很难改了，因为你养了这么久的习惯，哪能说改就改了？后面改习惯是件很难的事情，所以一定要从娃娃抓起，坏习惯要从娃娃的时候开始就是改掉，不然的话就会伴随着你的一生，会影响你的很多，就是会很影响你的，知道了不？紧箍咒别念了，我哪有？我真服了。我真闭嘴了。一纸春风叩柴门，一声却替我自斟。把我身份证得了，这件事情告诉你们，有病要治，不能拖。你意思就是我有病呗？之前早没有治，现在已经得成了不治之症了，我跟你说。哎，我很奇怪，我最近连续两天已经梦到了明儿了。我今天一起床，我就看到他给我发消息，然后我就说我又梦见你了。然后明儿说，我这得是多想他，怎么又梦见他了？可是我真的很奇怪，我连续两天梦到明儿了。我以前真的没有这样子梦见过他，最近连续两天梦到他，而且都是那种很清晰的梦。梦里面都是我在跟他说话，他做不是我想他吧？我觉得，应该不是我想他，我很奇怪，但是就是会梦见他，然后梦到他在里面就是跟我说一些就很跟现实差不多的一些就很真实的一些话，就仿佛是现实生活中的。没事，马上去深圳就要见到他了。哎，可是很奇怪，为什么会连续梦到他？我之前都没有梦见过。我想他，我一点都不想他，他想我才是。欢迎雅致，缺朋友了？不缺啊，我现在每天的日子过得都非常的安逸和舒适，我每天都过得挺，就生活非常的规律，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好，我一点都不想。可是就是会梦见他，老年化就只能想以前的事儿和人，骂人呢是吧？这叫做怀旧。什么叫老年化？我这么年轻，你说我老年化，太过分了。欢迎四月哥哥，欢迎徐博。
想的人梦不到，不想的人梦得到，真的是这样子。不想的人梦得到，我也觉得想的人梦不到。我想谁啊？我没有想的人哎，我有想的动物，想罗根，想罗根倒是挺想的。其他 我没有想念的人哎。我只想念我家已经去世的罗根，其他的我都没有想念。恭喜欢迎麦田哥哥，欢迎恭喜维克升级到了三级牌子，恭喜维克。春风口柴门，一生却替我自斟。不见对一人，落子定乾坤，命定几次生。一壶水淹出黄昏，一针旧茶拂一尘。清风无人问，世尽万般尘，与君酌星辰。别想他了，我这个我在你身边，你还别想那个女人了。我在这儿，你不想想那个女人，放我于何地？是吧？我在这儿你不想，你想想别的女人。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武林桃节目，真的是全给拉黑，确实。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气死我了。又摘桃花卖酒钱，天天在我面前提别的女人。春风口柴门，一生却替我自斟。不见对一人，落子定乾坤，命定几次生。一壶水淹出黄昏，一盏旧茶拂一尘。清风无人问，世尽万般尘，与君酌星辰。明月弯眼无言声，头啊，我明天去洗个头。是啊，这晃的是运镜呐，这运镜一般人不会的。现在几点了？11点钟了。不想我，我想别人不行吗？公子王孙何必问何光也透。我想早点下播去试我的新衣服。我今天买了新衣服，我想试一下我的新衣服，然后看哪件衣服好看，然后带出门，然后穿，然后去拍照，去街边拍照，拍点好看的出门玩的照片。欢迎双双，欢迎双双哥哥，欢迎雪雪。欢迎长安哥哥。一纸春风口柴门，一生却替我自斟。欢迎逗逼叔叔。不见对一人，落子定乾坤，命定几次生。一壶水淹出黄昏，一盏旧茶拂
天眼妆变了，更适合你。真的吗？你真的很细节哦，你是个很细节的男人。对，我今天把眼妆画了下眼线，这里。我也觉得我今天眼妆画得好好，多了一个下眼。欢迎秋意浓浓，欢迎浓浓，欢迎野人。别能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武林桃节目，无花无酒锄作田，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你五一有什么安排吗？长安哥，你五一要出去玩吗？欢迎随风宝贝，谢谢随风宝贝的办卡，谢谢。你五一要出去玩吗？显得眼睛更有神，也有线条感，柔和了一些。好的，我要拍着，我截个图把这记下来，下次按这个妆画。肯定玩啊，你去哪玩呀？ 你去哪里玩？去哪里玩啊，长安哥？欢迎唐诗三百首，哥哥。好，截张图，把这个眼妆记下来。欢迎菲菲，欢迎菲菲。刘哥晚上好，你今天怎么今天来的挺晚的还？恭喜王菲哥升级到三级牌子，恭喜瓦，欢迎瓦特。春风叩柴门，一生却替我自斟。今天妆化的确实还不错，我截图了两张，那五官很立体，好像欢迎逍遥哥哥。女生一般眼妆发生了巨大变化，其实是心境不一样了。没有，长安哥，就是因为我买了一个新的，我买了新的眼线笔罢了。然后之前是因为这个笔家里面用断了，所以就一直没有这支笔。然后现在那天出门去银泰逛街的时候，路过了一个美妆那个丝芙兰，然后就顺便买了两个，买了点化妆品。啊，买了一个，这是碎发整理液，很神奇的这个。哦，我好像这个这样一涂，碎发就没有了，试一下。你看，碎发就没有，这种适合抓丸子头。
之前化了淡，化了淡妆变浓了，有可能是恋爱了，你不属于这种。那我属于哪一种？长安哥，今天杭州到宁波开了4个小时，你开车去的呀？你几点起床的？今天你今天几点起床的？是你自己开车吗？那不多辛苦啊，开4个小时是不是很累？开长途下午3点，那你开4个小时的车不累吗？我坐4个小时车我都累，开长途的话平时开2个小时啊平时开2个小时不到，由于五一到了，是在由于你是在五一的前一天4月30日出门，所以你开了4个小时，一个2个小时不到的路程你开了4个小时，你好幸运啊。而且买了一个指腹笔，专门画鼻影的化妆品，更新了一下，确实还不错。这些工具五一我谢谢你，真的五一真的会让人出行立马翻倍啊，就是路程时间直接变成 double。那你说我明天起床去坐飞机，那平时到机场的路只需要半个小时，那不会要预留更多的时间吧？早上的时候，明天早上赶飞机。总比我在中环堵了3个小时好。今天我们那个粉丝群里面，我就看你们在说好堵好堵啊，堵死我了，我在车上面堵了3个小时，要命了。不是就提前前一天就这么堵了吗？预留多1个小时，平时半个小时的预留成1个小时是吧？好的，你那里去机场应该不会堵哦。去机场不会堵吗？是吗？那就预留半个小时好了。明天上午，我觉得早上7点钟应该还好哈，7点钟嘛，很早，甚至已经提前了一天了。我跟你说，你应该提前2天去，但又或许就是明天的话可能会更夸张。我觉得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武林桃节目，无花无酒锄作田，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卖酒钱，卖酒钱。时不能选择，春风口柴门，一生却替我自斟，不将对一人，落字定乾坤，命定几死生。一壶水淹出黄昏，一盏酒茶浮一尘，清风无人问，诗情万般真，与君酌星辰。粗粗，谢谢粗粗的666，谢谢。恭喜粗粗升上3级牌子 ，Hello。哇，你这好大哦，确实你哪天不大呢？那我玩点什么呢？嗯，你说。嗯，今天2个半小时的路开了4个小时。那我中间就踩个单车。好，可以。嗯，2个半小时的路开了4个小时，正常，他们都是这样子。你说。所以明天千万不能出门。
一张办卡开个局啦，换个首歌，这个哦，喂，一个就出了吗？这什么东西？谢谢刘哥的万花筒，哇，你也点万花筒了，万花筒会出那个月光宝盒。万花筒真的会比较白。哎，万花筒真的好白哦，昨天。万花筒是比较白。我第一次，今天我才看到这礼物什么时候出的？一直都有吗？还是昨天才出？谢刘哥的，哦，谢南哥，谢南哥的两个蝴蝶恋秋千和飞鼠滑翔机，谢谢南哥，谢南哥。为什么别人叫你南哥啊？之前谁叫你南哥？这是万花筒出的那个飞机是吗？哦，叫这个名字。这个是万花筒的礼物，万花筒是真的蛮白的。对，万花筒今天就没有人飞过。是吗？对。那个出的最高的就是那个月光宝盒了，就是那个跟天使之恋差不多的。我们有没有救一救的哥哥呀？我们能共同一下的求救求救。你们眼睛都盯哪儿呢？我已经输了，我看我知道。我有175，我当然有175。我知道你们都在看呢。这肯定有地，我也觉得有。我会加油的，我谢谢你哦，加油！还孙倩倩，我真无语。哦，恭喜优西巴拉升级到三级牌子，恭喜你哦！412个人怎么还是零分？拜托拜托！谢谢南哥的万花筒，谢谢南哥的飞鼠滑翔机，我们又出了一个飞鼠滑翔机。咱们一人凑一点吧。谢谢南哥的10个万花筒，谢谢。谢南哥的什么浪漫花束？我们就没有人，就这是我们今天第一次，就这两天第一次抽这个万花筒。第一次抽一般很白，赶紧说一下就出一个，一般就是。谢谢南哥哥。欢迎 Mel， 欢迎 Mel， 可以逼你。那是侯总黑，侯总今天没有进直播间，没看到他进直播间。推塔了，你去深圳明晚还播吗？明晚不播。变样了没有啊？明天是1号，明天1号去拍摄，然后出去玩几天。但除明天，除非拍摄的时候播户外，但是我不太想播户外，明晚应该不播。我总打过塔了是吗？我怎么没知道？欢迎一浅。那我就去喝酒了。也太好了吧，南哥，你明天去你哦，你在宁波，你明天有什么活动吗？明天五一。我们推塔了，哥哥们推个塔吧，咱们众筹。谢谢南哥的2个飞鼠滑翔机，谢谢南哥。咱们众筹一下吧。
那你明天少喝点。你昨天晚上喝多了没有？你昨天晚上喝酒？嗯，应该没有喝多吧？你还开车？咱们众筹一下吧。谢谢南哥送我的飞鼠滑翔机。没是吧？谢谢。你酒量怎么样？你酒量可以吗？这个万花筒真的可以试试。哦，感谢我假假的。我靠，被推塔了，推塔了！他们喝到六点，吃个早饭就回去了。感谢我假假的火箭牛啊，太帅了！谢谢我假假。是吃个早饭就回去了，这样子的。谢谢我假假 ，YYDS。我靠！这腰好酸呢、佳佳太帅了，贴贴贴贴贴贴，谢谢我们佳佳。去什么？去我在那休息了。欢迎小白，欢迎青青小白，谢谢谢谢南哥三个飞鼠滑翔机，谢谢南哥，谢谢南哥的两个蝴蝶秋千，谢谢你佳佳。哟，吓死我了！哎呀，这什么？这是一个活动的提醒，我们一会儿有一个官方活动。谢谢谢谢南哥的四个蝴蝶什么？谢谢南哥的。三个飞鼠滑翔机，我们要是其他众筹一下，我们差的不多了，还剩两分钟。哎，你妈第一天真的好腰好酸呐、啊！啊，我今天是姨妈来的第一天，我一醒来我还健身了，我冲死了，肚子。是的，我站刚刚站起来扭腰，都感觉自己的腰站不住。很夸张，因为今天健身了。谢南哥四个飞鼠滑翔机和五个蝶恋秋千。今天的梦想是用万花筒砸出一个月光宝盒，没见过这个礼物。欢迎欢迎长安哥哥，长安哥哥这是哪里、啊？我们有没有一个奇迹？这是哪里呀、啊？谢谢我们假假哥哥的潘多拉，感谢我们假假哥哥的潘多拉，谢谢我们假假。要被追上了，我们得守个塔。谢谢我们假假哥哥的潘多拉，欢迎灯火哥哥，百联潘多拉，太帅太帅。还剩最后一分钟，咱们再能不能众筹一下？我们不能让他追上来，我们虽然只有优势一点点。一个人，对不对？一个人。北京孤军奋战。哦，那是北京是吧？一起凑一点点，每人凑一点点。最后四十秒钟了。谢谢一批怪的异星崛起。我们有没有人守个塔呀？谢谢我们假假哥哥的万花筒，感谢假假哥哥。对面也在抽万花筒了，是，快砸一个出来是吗？就直接，就直接，就直接，就是很香。如果砸一个出来，这中的话会是中什么呀？我都不知道。谢谢长哥，谢长哥，清新树叶。救命啊！七秒钟，六秒钟，有没有人救救我？就差一点点。哦，谢南哥大摆锤火箭，谢谢南哥一路。谢谢我们假假哥哥，感谢我们假假哥哥，谢谢我们假假哥哥。好，这是最后一秒。惩罚静儿，谢谢惩罚你。算了，不好吧这样。我想，算了，这样不好吧。你可以写字吗？不可以吧？可以啊，没事。这样，那我想先写苏恩两字。行，可以吗？以我真是
对不起，有点不喜欢耳好开心哇，他竟然真的会写，他会写那种倒着的。我写凡字，对对对，你这样写镜像的字儿，你竟然会写，好厉害！哇，谢谢，辛苦了，辛苦了。那我撤了呀。嗯，好，拜拜。嗯、哇哦，谢谢南哥，谢谢。你该写什么？应该写礼物不谢，我知道，我刚刚其实想到了让他写，就是写礼物哥的名字，然后我又想了一下，咱就是说我怕礼物哥不喜欢，礼物哥你会喜欢吗？你会喜欢吗？你会喜欢啊？是不是我误解了男生？别问哦，不能问，问可能就不喜欢是吗？哦，原来直接写，我太不懂事了，我太不懂事了，真的是，我懂事，我现在知道了，是我不懂事了。我哦，他没播七哥65036181，重要是不要赢，要懂男人，是要懂事。哦、Hello， 我看你没事，方便连麦吗？现在？可以啊，可以、啊。哎，可以，反正我也没事。我不知道啊，我以为行可以。我本来想说就是，我怕，但就怕南哥就是不喜欢。谢长安哥的50个万花筒，谢长安哥的2个星星点灯，谢谢长安哥的2个星星点灯，谢长安哥的小鹿花车，我们中间就玩，扭腰可以吗？可以。啊，我好久没有看见你了，也没有跟你连麦了耶，你在播吗？我前段时间没播，前段时间公益了2次。哦，难怪。恭喜落花流水剩下3级牌子，谢谢长安哥的小鹿花肉星星点灯，谢长安哥的十组万花筒，谢谢长安哥，感谢。睡觉了啊？几点了？11:30你就睡了，你好健康呀，长安哥哥。最健康的人，谢谢俊俏宝贝的七个办卡，谢谢俊俏宝贝的九张办卡，谢谢俊俏的9张办卡，谢谢，恭喜你升到7级牌子喽。谢谢我们家不凡宝贝的10个潘多拉魔盒和永恒钻戒。谢谢我们不凡宝贝的永恒钻戒。我还有几分？我今天涨了一分，我现在是6分了，不是5分，我现在6分。谢谢。哦哦。来的水晶飞机，谢谢飞机，谢谢飞机，谢谢。这什么歌？是对面的哥哥吗？谢谢我俊俏宝宝的水晶飞机，谢谢俊俏，哎呦，痛死我了！谢谢俊俏的飞机，恭喜俊俏宝贝升级到了苏苏的8级牌子，谢谢俊俏的飞机，谢谢。谢谢俊俏哥哥的飞机。这个音乐放的不错，欢迎吃饭睡觉磕泡泡，是磕泡泡不？是，
个南哥，你在不？你看到没有？我今天的眼妆不一样，有没有感觉今天的眼妆更好看一点？今天的妆化的更好看一些。如果看不出来的，说明是直男；看得出来的，说明是……那你今天早点睡吧。是的，你前面没来的时候，我都准备下播了。我想着就是，我以为你今天有在忙呢。但你不说今天你会来看，你会看直播的吗？所以我就等你了。我明天早上七点钟起床，不是七点，不是七点，说错了，不好意思盯着。我不信，你不好意思盯着看，眼妆你都没有看见区别吗？我明天不是七点起床，是九点钟，几点钟来着？九点前到，八点起床，最晚，八点二十出门，去机场。你要笑死我了，我今天化了眼妆是跟平时不一样的，所以加下眼线。欢迎白给哥哥。欢迎瓜皮。我们五分钟可以推推塔，我们推塔有双倍分。鱼儿，你真的是直播间最会发弹幕的，就是弹幕量最多的。没有你，咱们直播间的弹幕要少一半。哦，吓死我了！哎呦，对面推塔了呢，没有。对面怎么没有人推塔？你看小姐姐这么辛苦，你再这样，我要让她一直跳楼。没人推塔，我要让他站着喽。完了，他好残忍！我们有没有推个塔的？就是说，播过十二点就行了，让我占个亲密度。好，十二点过后会有亲密度刷新。他哥哥送来的飞机。我以为过了呢，吓死我了，还行。现在塔皮这么厚，一架飞机是推不了的，一架飞机是推不了的。对面好哥哥得再来一点，不然的话还是赢不了，推不上的。欢迎小小，我看看我有没有一些卡开了，这样子亲密度能涨更多。我开了一个，今天是直播间当天的亲密度是能双倍的，今天提升至二倍，我现在是双倍亲密度，过十二点再开一个，反正多。恭喜妖姬三零升级到九级牌之路，恭喜恭喜！啾啾啾啾啾啾！好，休息了，准备休息了。好。把背包里的福袋卷用了，背包里有福袋卷吗？福袋卷在哪？福利卷吗？哦，看到了。高级福袋卷，谢谢谢谢南哥的520玫瑰花，谢谢南哥的玫瑰花，感谢。抽到了一个流量卡，哎，miss 半夏，再抽一下，半夏哥，谢我南哥的520玫瑰花，谢谢。今晚要熬夜，你今晚要熬夜干嘛？为什么要熬夜？三点半要看球，你是个球迷吗？忠实球迷。
点半到几点？哥哥也在怪。三点半到几点？欢迎笑哥。哎，峰哥也是，峰哥也是个球迷，上次也说是半夜的跟他看球。啊，欢迎我钢铁侠，啾啾啾啾。两小时，你是纯球迷还是补啊？钢铁侠。是抢七，我在，我正在抽，抽到了一个黄金双倍卡。我好像是我们今天开过第一把。哦，谢谢白鹿相守，感谢我钢铁侠的。要被追上了。要被追上了，你试一下新出来的那个万花筒是吧？对对对对，就是抽那个万花筒，那万花筒现在好白的，很容易出啊。我们已经怎么被抽了啊？给他抽奖去了，我都没注意。完了完了完了，最后三十秒钟了，我们被抽了，我们还差一点四五六，我们差200的贡献值。抽呀抽呀抽呀，最后20秒钟，没事，我们最后3秒钟给你偷了，你们小心着点。我们就是说，直接就是把差距拉大点，有没有？就是有没有种可能，就是我们会不会出5000呢？看你，谢谢大白水火，我靠！谢谢我高天下啊！救命啊！最后3秒钟了，谢谢我靠！我操，这太危险了。谢谢南哥的精灵丘比特，最后1秒钟，我们的精灵丘比特飞入。哇呀，你是又上了一个火箭吗？守塔。人家上了两个火箭。哦，上两个火箭。哇，这个精灵丘比特太及时了，我们就多你，就多你多少？我们就多你一丢丢。我们被强奸了。强奸了，太厉害了，南哥。这个压值，这个你选的这个守塔道具很精准，然后时间也很精准，就牛批，你太牛了。那我就罚你写个南哥两个字，你可以写字吗？等会儿。可以呀、啊。可以是吧？哦，可以，那就写。什么南？什么？南就是南方的南。对。好，辛苦了，小姐姐，辛苦辛苦辛苦，辛苦了，欢喜。那我就先溜了。嗯，好，拜拜，拜拜拜拜。欢迎楚哥，欢迎小王哥。哦，楚哥，欢迎楚哥，欢迎楚哥，难得啊，怎么进楚哥进苏苏的直播间了？这玩意我抽了2000块抽出来的，那岂不是亏了一点？我也在抽奖。今天面包是不是没有播？欢迎姐们。哦、Hello， 你在干嘛呢？我刚刚没看。你在？我还能干什么？我是来复仇的，我是来复仇的，随便玩一下吧。冲一个没有，方哥 ，OK， 人家好没打。我怎么刚来，我还没有开始打你就开始，你就开始了。他天天欺负人家，人家好害怕。欢迎咬心儿，欢迎西西。哦，不好意思，才看到，我才看到，我以为开始了呢。这不是等等吗？等他，让你们先蓄力。
你都已经蓄了这么久的力了，我上来不就是来挨打的吗？你在说什么？你这样说话他们听得见吗？听不见的吧？你声音说大点，这样声音太小他们听不见。救救人家，救救我们一张办卡先开个局吧，有没有人在的？我们一张派卡给苏苏开个局好不好？有木有人开个局度？谢谢我们随风宝贝儿的班卡，谢谢。谢谢方哥的。OK， 我们站起来了。谢谢方哥。苏宝今天姨妈不想站，有没有哥哥让我可以坐着一直坐着？有的有的，先看你牛火，谢我随风宝贝的班卡，谢谢。桃园大起，哇塞的瑶瑶，有没有别的歌？我尿急，我想上尿尿，我们能不能把这个？哦啊，尿不了了，啊！我想上个厕所，能不能有人让我上个厕所？对，憋上厕所对身体不好的。谢谢袁大帅的子爵，谢谢大帅哥哥，你根本尿不了喽！谢谢哥哥。哥哥，我想上厕所。谢谢谢谢南哥的城堡上厕所去录，能把我的病条维持住，等我上厕所回来吗？我们满吃子爵，你去哪里啊？不是送给台的吗？啊，是送给台的吗？怎么还是没有动啊？果不其然，我们一个城堡你就……
你别去，我们这边我也要上班了，我们退团了，有没有人退个团？你上不了一点儿。有没有人退个塔呀？等他回来一看，我们把他打成一厘米了都。欢迎柠檬。还剩13秒钟推塔喽，对面也不推塔，你们不怕我们一会儿偷吗？哦，谢谢南哥，谢谢南哥的飞机，我们一架飞机推，哦，我们推了，推上了，谢谢南哥的100个万花筒，谢谢南哥的万花筒。什么？他就比我多了一点点，上啊！我们的万花筒，我们要可以出一个了。塔推完了，这是我坐下了。谢谢满天星在星星树叶。只差一点点，直接上。我们这个万花筒会说，除了我只知道的月光宝盒，其实还有其他什么叫什么？其他什么礼物？除了这个。飞鼠黄滑，飞鼠滑翔机。大帅哥哥，他我终于学会了，他是不是就是因为会撒娇啊，所以他的分每次都之前老是打到我，我也要开始撒娇了，我不管。我们还想，我想把台子打成一厘米，有没有哥哥帮我把它打成一厘米的？嗯。叔叔想把他打成一厘米，因为他老是欺负我，我想复仇，我想打死他这个坏女人。谢谢优总的2个巅峰气象虫，哎呀呀呀，谢谢大帅哥哥的2个大白锤火箭，谢谢优总，谢谢大帅哥哥。哥哥好大好猛，我好爱。啊！我救命！被欺负成这样了！哎呦，我得被打成一厘米，被对面打成一厘米了。今天已经没有钱了，我已经全部掏给他了，我已经把我的全部都给优总了。家已经没有别的东西可以保留了，已经全给他了。最后的钱钱都孝敬他了。这教你的撒吗，姐？撒不了，不会。好，这也是门本事活。这也是门本事活。这也是门本事活。真的，这真的是，这是真的是门本事活。这个女生没出呢，等会儿12点的时候再说呗。这个人还在忙呢。啊，你也说是2021年，我不能在这2年。我们哎，惩罚是什么？我们定什么惩罚呀？哦，怎么定惩罚不知道。不知道，不会是很重的惩罚吧？还有就20秒钟了，有没有奇迹？有没有奇迹出现？谢谢 DF 的浪漫话术，谢谢。每天就带着1000块钱来找我、啊，
谢谢小妹开通的游侠，谢谢。我们的惩罚是什么？随随便便罚你一下吗？随随便便罚我一下，罚什么？罚一个什么呢？罚他一个什么呢？我今天姨妈，咱们下手轻一点啊！下回等你。弹幕写青苔真烧真可爱，我好喜欢他。这么长？我的女神。对啊，五百块钱。这么长？啊，行行行行行，那我写一篇小作文，100字。没有，不用，你就听着，你就跟着。你说，你说，我来打字。青苔好烧，用字母啊，不然的话要打不出来的。青苔好烧，等会儿。好可爱，我好爱他。等会儿，这个等会儿，等会儿，我把这个字母给它弄成中文的，它老是变成字母。然后可以了，青苔。好，我好爱，然后呢？好烧，好可爱，我好爱，她是我的女神。好烧，好可爱，她是我的女神。然后呢 ？OK， 就这样就可以了。没事，你再来点，继续说，刚刚还没说完呢。不用了，就这样就可以。好，行，看看。啊，哦，存在敏感词，它好烧要改成什么？是哪个字敏感？是 A O 烧，不要打烧，就打 S H A O。S 什么 ？S H A O。S H A O。S H A O。青苔 S H A O 这个就行了吗？对。哦，这样子吗？嗯、没错。好了 OK 你太搞笑了好的拜拜好的姐拜拜好的拜拜好的拜拜我的小迷妹我也是第一次听到他竟然让我写这个谢谢小妹儿的20个万花筒谢谢小妹儿的星星点灯谢谢小妹儿唱首歌吧，还有2分钟就12点，12点后，12点后要下播。唱首歌听哦，看看我的歌唱实力喽！谢谢小妹儿的青青树叶和星星点灯，谢谢小妹儿的青青树叶和星星点灯，让你们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实力。嗯，唱一首。你说青涩最大初恋如小雪落下海岸线第五个季节某一天上演
我们有相遇的时间。你说空瓶适合许愿，在风暖月光的地点。第十三月你就如期出现，海之角也不再遥远。你骄傲的飞跃，我栖息的夏天，听不见的宣言，重复过很多年，被危险的思念，被季风吹远，吹远梦念的侧脸，吹远鸣唱的诗篇。你骄傲的飞跃，我栖息的夜片，去不同的世界，却从不曾告别。沧海月的想念，羽化我昨天，在我牵手的笑脸，你却未看过一眼。空瓶适合许愿，在风暖月光的地点。第十三月你就如期出现，海之角也不再遥远。你骄傲的飞跃，夏天听不见的宣言，重复过很多年，被危险的思念，在季风吹远，吹远梦念的侧脸，吹远鸣唱的诗篇。飞跃我栖息的夜边，去不同的世界，却从不曾告别。沧海月的想念，羽化我昨天，在我牵手的笑脸，你却未看过一眼。你骄傲的飞跃，我栖息的夏天，听不见的宣言，重复过很多年，被危险的思念，被季风吹远，吹远梦念的侧脸，吹远鸣唱的诗篇。你骄傲的飞跃，我栖息的夜边，去不同的世界，却从不曾告别。沧海月的想念，羽化我昨天，在我牵手的笑脸，你却未看过一眼。为什么听的心突然好痛？真假的？我唱这么好听吗？我都……哦，咋没有多人？因为我今天没有跟人多人，因为他喊我，我没有回应他。好幸福，听苏苏唱歌，真的假的？那我再唱首歌给你。想起那个电视剧了，什么电视剧？一首他良辰。那我再唱首给你。欢迎狗一米。
发现现在待在我直播间很久的同学，现在他们对于我穿什么，好像如果穿这样子的衣服好像也无所谓，你知道吗？我特别开心什么你知道吗？最近很开心，我每天直播都可以穿着自己平时可以穿出门的衣服，我想穿什么就可以穿什么。我最近我不用专门为了哄人开心去穿，我不喜欢穿的那种各种吊带袜，各种喜欢哄能哄很多谁有开心的那种很性感很暴露的衣服，我就可以穿自己喜欢的衣服直播，就是感觉就轻松很多，而且就我穿这样你们也会再看我直播，我就好开心哦。真的很开心，如果我的直播一直都可以这样子，我想穿什么穿什么，我不用为了去迎合观众去穿那种非常非常性感的衣服，然后去这样子的话，那我还其实挺喜欢直播的，我可以穿自己喜欢的衣服，然后你们也不会去说我的衣服穿的太多，穿这样的衣服大家也不会去来喷我，还是会有人陪我聊天，我就会好开心，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真好，谢谢。这思思穿什么都好看，不是我之前老是会觉得就是我以前会很羡慕那些唱歌主播，我觉得他们每天都很幸福，可以穿着自己喜欢的衣服，就是平时穿出门的衣服就可以开启直播，不用像我每天还要去换工作服，换成一个就是老子并不喜欢看的性感的衣服，我就是只有穿成这样的我才能开始直播，就很羡慕就那些穿着自己喜欢的舒服的衣服然后唱唱歌就会有人看，就很羡慕那样子的主播。然后最近我穿的都是我出去健身回来来不及换衣服就直播的衣服，但是还是会有人看我，还是会有人陪我聊天，还是会有人在 PK 的时候帮我收塔，就很开心。谢谢谢谢谢谢青苔的爱，谢谢。我就觉得好幸福，幸福就是这么的简单。工作的时候还能感受到，就是隔着屏幕有人对我的真心的喜欢，就很开心。谢谢橙子大哥哥的幸福券，谢谢。唱一首这首良辰，去颜值区真的可以，我真的蛮想去颜值区，但是不会让我去颜值区，现在坐在那苏州河畔，你牵我走过，外滩的夕阳已在记忆中斑驳，故事别沉默，被岁月淹没，思念如我历经漂泊，站在雨中目送你穿过那渡口，离岸的船舶飘走远去的轮廓，轮廓正寂寞，往事间落寞，烟波起落，被遗忘的是我。风吹凉霓虹，吹手你无影踪，转眼旧梦已成空。
却也如梦，提醒我也曾爱过，让眼泪换上面容，温度春夏与秋冬，这城市车水马龙，我心事有谁懂，回忆让人更心痛，为什么十里洋场的繁华依旧，什么去哪里都无所谓，我在就行了。哎，去不了颜值区的，舞蹈区很难跨到颜值区的。把牙套摘了，好好唱。不是这个歌词好快，我没有戴牙套，牙套我直播我都会摘了的。十里洋场的繁华依旧，这幅光景也永不去，我的难过陪我看看过，老街的烟火，远方蹉跎花的结果，是谁俘虏我月如月下的芙蓉，冲到流水起暗压花满的诉说，寂寞的角落写给一段落，红尘看破你不再欣赏我，吹凉霓虹回首你无影踪，转眼就墨已成空，像夜色渐渐朦胧，风花雪月如梦，提醒我也曾爱过，任眼泪化上面容，漂浮在情海中，混度春夏与秋冬，这城市车水马龙，我心事有谁懂，回忆让人更心痛，把海风吹凉霓虹回首你无影踪，转眼就梦已成空，只剩夜色在朦胧，风花雪月如梦，原来我也曾爱过，让眼泪化上面容，沉沦这苦海中，恨度春夏与秋冬，这城市车水马龙，我心事无人懂，回忆让人更心痛，良辰中不夜窗的邂逅被断过，而你的温柔却早一年就失守，弄堂中离愁才很入伤口，我在内痛，其实关注我好几年了，也潜水好几年了，那为什么现在选择不潜水了呢？之前都在干嘛？谢谢南哥的大白锤火箭，谢谢南哥送我的大白锤火箭，谢谢。我把今天的人头给他买了，把一星任务睡觉前给他过了，十一。不然今天是零星，今天如果不播的话，不过任务，今天就是零星了，就会掉热度。十一，把海风吹凉霓虹回首你无影踪，看我今天的眼妆真的不一样哦。我知道了，因为我今天换了个隐形眼镜，我换了黑色的，我发现黑色的隐形眼镜更上镜一点，显得眼睛更大更黑一点。我想去做近视手术了，因为我近视每天起床都要戴眼镜，好麻烦。你有想听的歌吗南哥？我唱首歌给你听好了，我就不想去 PK 了，不 PK 了吧，唱首歌给你听吧。想听什么歌吗？过不去就算了吧，今天的一星。眼镜一戴谁？眼镜一戴谁也不戴。什么都行，好，想一下，
这首歌听过吗？这首歌好难，这是米儿最爱。谢南哥的大摆车火箭，谢南哥的城堡，哇哦！谢南哥帮我过了今天的一星，谢谢。我唱这首黑色的，唱完睡吧。好，还说是行李，这个我忘了怎么唱了。算了，换一首。那首叫什么来着？人，周杰伦的歌吧。
当孤独变成习惯，也就不再奢求有人陪伴。原谅我不善言辞，只懂默默陪伴。双鸭，太酷啦！笑死我了你。笑死我了。消息，那是我也不敢拨过去。问你在哪里，和谁在一起，怎样的心情，是什么天气，该怎么开始话题？我好怕你们出去，得不到你的注意。下播喽。脑海里都是你，你的笑容，你的身影，久久的挥之不去。想在手心，拿起歌。拜拜。好了，下次唱给你听，通宵歌，拜拜，我要下播了，肚肚好痛啊，姨妈来了，哦，谢侯总的火箭，我要下播了，侯总，下次见哦，我要下播了，因为我明天要早起。下不行，我明天早上真的要起早，8点起床。我现在下播要收拾行李的，好吗？拜拜。行，那你找别的女人去给你唱歌吧，再见。